我们现在准备拿了行李，去我们住的地方。我们要在这里摘口罩吸吸气吗？我们到我们的 Airbnb 了啊，这风景太好了。今天还是阴天，所以你看上面的云。你要躺那吗？这个人迫不及待的要去睡那张床了。哦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哎，我感觉我担心他会翻倒。好舒服啊！好舒服吗？但我担心你会翻，你是不是应该睡那一头？哦，哎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可以，可以。穿两件也挺冷的。哇，它这个客厅好大。我们只租了里面其中一间，我们的房间是3号。然后，你看，有个，哇，哇，我还能看着电视，晚上，快叫外卖叫起来。啊，他给我们准备了好多饮料，小饼干、OK。小 cookie，带你们看一下他的洗手间。哦，哇，好大的一个浴缸，还有淋浴。我们到了这个 Airbnb 之后，我们洗了澡，因为坐完飞机，然后现在就点了个墨西哥菜。今天晚上他刚刚外卖送到了，那个送外卖的小姐姐人还特别好，因为你看这个洒出来了，然后那个小姐姐还一直说我要不要再开回去给你们，就重新就是换一个，然后我们就觉得不用了，就不想让他再跑一趟，但是这个漏出来了一点，其实问题也不大。哇，大哥现在在切 burrito，拿进来给你们看，看这样。馋不馋？我就问你馋不馋？这边还是挺冷的，比 LA 应该冷了有5度。因为刚刚还有点下雨，不可能止，还不止5度。刚刚还有点下雨。这个屋主他，我看他的 Airbnb 上介绍，他是一个记者，也是一个什么 storyteller，可能也是跟我一样做电影的。对，我现在开始工作了，然后你看这个椅子，它是人体工学椅，特别好。桌子还是一个升降桌，它可以根据这个自己上调。这个屏幕是他配的，这个电脑是我自己的。我正在剪下一期的内容，而且那里还有一束花。这一片已经是零食区了，就是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。就准备开始工作一会儿，吃饱喝足，然后大哥在那儿。孙同学在那儿干嘛呢？孙同学，你要打个招呼吗？今天就这样子结束了，晚上准备早点睡觉。明天后天，有一整天的这个活动。The next day。朋友们早呀，给你们看，外面还是挺冷的，今天出太阳了。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冷很多，反正现在要准备进去煮个咖啡，煮个热水。这边是入口，我们昨天就是从这边进来的。这个落地窗有没有很好看？这一面全是透明的玻璃。这里是过滤过的水。这边这是一个酒柜，这是好多柜子，看里面有各种餐具。这个里面放了各种碗盘子，这个 owner 特别的用心，房间里还 decorate 了各种画，然后各种鲜花、植物什么的。你们看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茶，这个应该是茉莉花茶，啊，这个我也想喝。
然后这个是我妈特地给寄过来的，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茶比这种茶包简直高出不知道多少倍。这人说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，我们家天天都是飞机的声音，嗯，而且晚上外面还是很亮，嗯，住城市里这边晚上差不多8点钟以后外面就黑透了。我昨天看了一下，它有各种各样口味的咖啡，哎，我今天还真啊，怎么样这咖啡？你喝一口，啊，非常香，有点点烫，嗯。什么味道？咖啡的味道，什么味道？我们配个豆瓣丁奶，还有一个什么别的？哦，来了，你看这个上面厚厚的一层。哦，我只喝到了泡沫。就是泡泡，泡泡就很爽。哦，是糊的。我们准备出发啦！不戴口罩的感觉真好呀！一辆垃圾车经过，然后我们要从这个小路上去，上面那个厂房一样的那个地方，就是我们参加活动的地方。啊，嗯，空气真好。哎呀，哎，这边这个城市没有什么流动人口，基本上都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人，所以大家好像这边感染 COVID 的概率也不高，基本上我们也没见人戴口罩，偶尔可能一两个吧，啊，现在可能就是我们，啊，期待期待晒晒太阳，真好，这房都没建起来，空，哪了哦，这地很大，这边整体的感觉跟 LA 还是挺不一样的，虽然都是加州，这边感觉就更。洛杉矶是国际大都市哦，这边感觉更生活更简单一点，然后人民也都更淳朴一点。它这边因为，对吧？这边生活就更简单，而且人也更少，人口数量也更少，不像 LA 人其实还挺多的。嗯，你们看我们前面的小路，有个背包的好男人帮我背着书包，我们的书包里面装了两瓶水，一瓶冷的，一瓶热的，然后还有一些书什么的，很多，还有一些设备。背包里装了两瓶水，一瓶是水，另一瓶也是水，脑子进水了。给你们看，我们要从这儿过去上去，因为这样子好像比较近一点。然后那边有路，但是不知道那个路通向哪儿。不是比较近一点，就是我们不知道别的还有什么路。对，我们也不知道别的还有什么路。哎，我之前用卫星地图查过的，但感觉对卫星地图显示的也是这一条路。嗯，走，我们走吧，带你们走。我爸来了，小心小心，你看着地，你别看手机走。是不是可以假装自拍一下？这，哦，他还跟着我呢。那个路没修到底，走一段山坡。行吧，这个明显是人家很多人走的，路都已经给你铺好了，哎，对吧？哎哎哎，这肯定不是我们是第一次走了。你看，这种情况，你们喜欢走怎么样的山路？是那种台阶铺好了的，还是这种？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爬这种。就是没有路的地方，你看这两边，啊，哎，这是我们要上去的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录进去一些鸟声啊，各种声音，反正我们肉耳现在听的是有很多很多鸟叫，各种各样鸟叫的声音。让我们接着往前走，嗯，哦，给你们看一棵老树，枯藤老树昏鸦，哇，这个真的是老树嘞。哎，那个白色的棚看到了吗？那个也是他们的楼。他们有只鹰。哦，有只鹰，老鹰这边，哇！给你们看这条路，我们要上去到那个地方。
上面有很多野生的小麦苗，也不知道那种子从哪里来的。野生，飘了，飘过来。然后你看这条路上去就平坦很多。很大概率是小动物吃了以后不消化，然后拉便便拉出来。长期 work from home 的结果就是，身体素质跟运动体能如过山车般下降，然后我感觉现在我俩就这么点路，我俩已经有点很喘很喘了。走走走走走啊走，你接个歌，刚刚那个什么走走走啊走，下一句是什么？这啥乱七八糟的？这有这个歌的，有这个歌的。人家找啊找啊找朋友，找朋友。不是，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。这两首歌，这两首歌，来，朋友们知道我哼的旋律的，请把这个歌的歌名打在弹幕上。哎呀，我被你一说，我都不知道刚刚那个旋律是啥了。九月九的九，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九月九。乱七八糟。我们要从这个楼梯上去。我们俩人终于上来了，确实我也出汗了，还挺热的。耶、yeah, 我们成功到了。已经停了好多车了，已经好多人了。够。哎呦好晒呀、啊。Hello. Hey. Welcome back. Yes. Welcome. Welcome. Do you guys have means to put your so you can save your seats for today? Oh, sure. Thank yes. you. Yes. Thank you. 我们进到会场里面了。这边。给你们看它的后面，还有一个大屏幕显示的，还有几分钟就开始这样。走这个桥你会恐高吗？对，我不敢站那么靠。过来转转吧。